大家好，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下载安装 Qlip 压缩软体。网络上有很多压缩档，像是常见的 LIP、RAR， 我们要解压缩这些档案时，都需要压缩软体来解压缩。而这些压缩软体，免费版的功能并不比付费版的差，其中 Qlip 更有无广告、支援各国语系、免费等等的优势，压缩解压缩的速度都非常快速。Qlip 的下载网址可以到这部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直接 copy 就可以了。建议不要下载测试版，以免软体不稳定。按照你的 Windows 版本选择要下载的 Qlip 版本。我的 Windows 7是64位元版，所以选择下载64位元版。下载完之后，选择安装软体，选择执行，选择下一步，选择我同意，选择下一步，选择下一步，选择安装，选择结束。这个就是 Qlip， 不论压缩解压缩都非常好用的软体。谢谢。